孙德荣弟子兵王仁甫、罗志祥多年前闹翻，至今王仁甫仍坚持不与对方同台，全因当年孙德荣将罗志祥视如己出，没想罗志祥竟让同公司的人离开孙德荣，让王仁甫极度不谅解。近年孙德荣、罗志祥把过往全说开，师徒情谊恢复以往，而孙德荣也在19日与社群上贴出当年弟子兵们的合照，感慨发声：不要再为了保护我而老死不相往来，当年的恩怨都是中了恶人奸计，大家跟着我一起放下吧。甚至点名王仁甫喊话道：毕竟你也一起跟他住了3年，我待你们不分彼此，照顾你们像一个家庭，疼爱大家像极了亲生儿子。根据一篇新闻网报道，问到孙德荣的回应，说起会突然有感而发的原因是因为年纪大了，也透露私下王仁甫讯息他，表示愿意和好，就会找一天促成饭局。而罗志祥听闻此事，也开心地跟孙德荣说道：要先跟他说，他把时间定下来。